一种无形的力量一直在跟着我前进吧。小时候就有一个梦想，就是说不管什么困难，怎么困难，我都想办法要闯出去外面走一走，看一看，因为毕竟残疾人比较不方便嘛，然后就是见过的东西啊，包括玩的地方啊，都会比较少嘛，然后我就想通过一个东西走出去，就这个信念一直坚持着，然后就一直努力吧，一直拼命的想寻找这样的一个机会嘛。那时候其实都不会游嘛，然后就天天喝水，天天喝水，喝到自己都怕了嘛。然后后面真的是有点坚持不下去了，因为天亮睡起来就要面对那游泳馆的水，然后一下去就喝水，一下去就喝水，然后后面我自己偷偷跑回家了。然后认识了很多很多跟我一样或者是比我还严重的一些残疾人运动员，我感觉让我很就是很开心吧，也很就是意外吧，就是说接触到 这个我以前一直感觉自己很不幸嘛，然后当了运动员以后我才知道比我不幸的人还有很多很多，我算是比较幸运。上台颁奖的时候偷偷藏了一张扑克牌，然后到颁奖的时候把那张扑克牌给拿出来了，我也很谢谢这张扑克牌吧，带我走向那么高的荣誉吧。然后我就跟拿了一张扑克牌，然后拍了一张照片留作纪念，那张照片很有意义的。让大家都知道一些，就是说残疾人有一些东西不是说残疾人不能做到，而是说你努力了他就会成功的那一种，希望让更多人认识残疾人的自强自立吧。我感觉就是说做一件事情啊，不管是做什么事情一定要坚持，当你坚持下去的时候你可能就会不一样的收获。